抱歉，今天临时有急事，不能来了。花小玲，我们下次再约。小玲，别等了，这么不讲信用的人，拉黑算了。谢总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过来看书，学习学习。哦，您能看得清吗？哦，我都忘了。哎，清楚多了。 对了，你不是来找莫不语的吧？嗯。爽约就是不对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不用了，谢总，真的不用了。约好不来又不早说，不要以为你是莫不语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如果再我如此无礼的对待别人，我一定直接挂你。幼稚。小宁。 顾总。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棚吗？这是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经常用的棚，现在还会偶尔过来录个音。嗯，你不是说莫不语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吗？按照你的计划，他应该有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。还是顾总想的周到，不过我今天没见到莫大大。 作为对接人，应该熟练地掌握录音间的设备，所以趁他没有进棚之前，我带你先练习练习。顾总，你要不让我来调试吧？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，你再指导。可以。首先就是打开硬件设备，音箱先关后开，打开录音软件，输出输入设置，最后新建一个轨道。嗯，这样就可以录制了。哦，对了，要调整一下输出的音量大小。输出，应该是这个键。 顾总，我能进里面去试试吗？去吧。
准备好了吗？我可以了。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缘分，在我们的世界中，每天都有着无数次的相遇，无数种的缘分，有的就只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却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喂，听得到吗？喂，能，我能听到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能和你连麦，这简直是比有生之年还要有生之年啊！这么激动，还能聊工作吗？我会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，把公司分开，请您相信我，莫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。好，进入正题。是这样的，之前的合作细则我已经通过邮箱发给您了，我不知道您看过之后有什么觉得需要修改的内容吗？合作细则我已经看过了，非常好，和我心目中的想法很契合。您满意就好。那你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？您能答应忘川的邀请，就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荣幸了。不过我们公司这边还有三点提议。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希望莫不语老师您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档期来配合我们这个项目。第二点是希望您配合我们公司的集中录制，这样也方便沟通。第三点，希望您能够参与部分的选角工作，也方便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。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，说完了。第一点是一定的，后面两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，我也有三个条件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您说，我们这边会尽力配合的。第一，我不会进棚录制。你是我的粉丝，应该知道理由。第二，我只跟花小宁你一个人对接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见面以后我的身份要绝对保密，不能对任何人提及。注意，是任何人。我明白，莫大。您的要求我已经全部都记录下来了，明天会上我会和我们老板提议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我都说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啊，我还有100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可是我承诺过会公司分开，还是下次吧。我没有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觉得我莫不语连麦。
近睡得比较好啦。顾总总，走。啊，顾总，我昨天已经成功的和莫不语连上麦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人特别好，而且非常配合，可以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不过由于他的身份需要保密，所以他提了几点要求，要和您商量一下。哦，我都已经记下来了。以后汇报工作认真一点，开会的时候说。哦。莫不语提出了三点要求。第一点要求是他不能进棚配音，第二点是他的真实身份不能被曝光，还有第三点就是莫不语他要求只有我和他对接。只和你对接？这真的是莫不语本人自己的要求吗？是啊，郝总，大家都知道莫不语对隐私非常看重，有可能是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所以才提出这样的要求吧。之前从来没有过助理和配音演员对接的先例，要想胜任这个工作，至少要懂得配音。小宁专门负责对接这么大咖的人物，的确有点不合适。坐下吧。这个莫不语架子很大吗？看起来是个又多事又难缠的人，让小宁去对接这种老油条确实有点困难。我就勉为其难代替小宁去会一会这个莫不语，帮他去对接一下莫不语。我会单独租赁一个录音棚，交给夏小宁负责。莫不语提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就这么决定了吧。谢总这么积极的想出力，那么男二号的待选就请你邀请一下谢无常。不可能，论实力谢无常可是甩出莫不语几条街，在圈内地位也是数一数二，怎么可能接男二？其他人当然不行，但谢总人脉广，肯定有办法。这个任务非你不可，对吧，谢总？这简直异想天开。丑话说前头，他要是非不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人家只接男一的，这个就靠你了。有谢总亲自出马，这个谢无常就算再难啃，肯定拿下他。还是顾总有眼光，让谢无常和莫不语同时对戏，是正正合适啊。你懂配音吗？你知道谢无常什么咖位吗？不懂你在这里插什么嘴？其他配角也要开始定人了，具体的人选会在今天下午下班之前定下来。我建议除了主要角色以外，其他的角色多给新人机会，用公平的方式进行海选，公司内部的人也可以参与。各部门按照计划推进，散会。陈宇，刚刚在会议上不好直接反驳你，但是配角海选这件事情我认为不可行，而且这样大费周章很浪费人力物力的。还有你说要采用谢无常作为男二这件事，如果我们要一直死磕他，我担心会影响进度。没错，我完全同意。老顾，你好歹也是圈内的人，谢无常什么水平什么咖位你还不清楚吗？让他当男二简直是大材小用。忘川是公司的重点项目，背靠的 IP 热度高，无论对哪位配音演员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。至于邀约谢无常，凡事都有可能，但是这种竞争很可能会造成公司员工之间有你争我抢的风气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他们都去准备这个海选，手上的工作谁来做？就比如说小宁，他就不适合参加这种选拔。这我不同意，这样的公平海选所有员工都有资格参与，分身乏术倒是有可能，不然对接莫不语的事你换别人。你到底站哪边的？我当然是站在真理的一边，谁说的有理我支持谁。夏小宁对接莫不语已经决定了，不用再讨论。小宁也是公司的员工，当然有权利参加海选。我看他还是别给你当助理了，
祥宁这么弱不禁风，你别折磨他了。对接莫不语和当你助理，你二选一。什么时候，制作部的事情也要由谢总来管。有时间的话，多关心一下进度。哪天邀到谢无常，哪天定男二。嫣然姐，配角海选这种事儿几乎就没什么先例的，这么大费周章的，我也觉得挺不合适的。您不再劝劝顾总了吗？我劝过了呀，他要坚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看顾总那么坚持，多半是因为那个夏小宁吧。当初看起来乖乖的，没想到心眼那么多。要做配音演员还想走捷径，想的也太简单了吧。就是凭他的实力，给他机会他也选不上的。选不选得上，不就是顾总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我晚上回去看。谢总。怎么了？您有时间吗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聊聊。那我们走走。想说什么？谢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上一次骗你那件事情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再一次正式的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道歉啊，您真的怎么惩罚我都行，谢总，您就是别拿感情的事情开玩笑，您这么大张旗鼓的在公司里面表白，这影响多不好啊。你该不会以为我对你的表白是在报复你吧？难道不是吗？那行吧，今天你也正式道歉了，我也接受了，从此我们就一笔勾销，谁也不欠谁了。 OK？ 真的？那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，应该算朋友了吧？那当然了，只要谢总您以后别再这么吓唬我了，怎么样都行。哎，那天我也是太冲动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迂回战术，先不要给他那么大压力，细水长流。你就算坐在这里一晚上，盯着我看一晚上也没有用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老顾，我发现你不切实际起来比我还要命，你用脚趾头想一想，谢无常怎么可能会接男二？以谢总的人脉，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。上次不是莫不语，都给你面子。那这是因为……算了，下一个话题。如果我让谢无常接了男二，我要求跟莫不语要同等待遇。可以。他可能也不来公司录音棚录音。可以。由夏小宁负责对接。不可以。凭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和莫不语同等待遇吗？我是指酬劳和尊重方面。那谁来对接？我可是很忙的。你的秘书小李和汪周都可以。小李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他就是个市场部秘书，汪周就是个狗腿。小宁不一样。莫大您好，根据您上一次提出的要求，我这边又调整了一下方案，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和您详细说一下。今晚15分钟后。
一个人也是对劫，两个人。老郭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有情况啊？你刚才一脸春风得意的，和谁发信息啊？酒喝好了吗？还行吧，这酒。喝完了早点回家，我要睡了。你。还有，今天晚上不许住这儿。真无情。现阶段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。第一期的剧本我之前发到您邮箱了，不知道您看过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？我看过了，情绪转换很多，很不错的剧本。能得到您的肯定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剧本是我们顾总亲自改的，他对剧本非常的严格，即使进度稍微慢一点，也要保证剧本的质量，精益求精。你不会觉得你们顾总这样太过严苛了吗？完全不会啊，您放心，顾总是我们忘川的配音导演，严格是因为对忘川这个项目非常重视。他不仅对工作人员很严格，他对自己也很严格。但我听说他不仅工作的时候很严厉，平时也不太容易相处。老板和员工之间有一些距离，这我还是能够理解的，但是他对大家真的都挺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莫大大，我好像说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毕竟像您这样又专业又温柔又平易近人的人，现在真的挺难得的。你把我想得太好了，你就不担心现实中的我没你想象中的好？我不担心啊，因为我觉得您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既然你这么捧场，那现在粉丝福利时间，你有什么愿望？真的吗？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想要当配音演员的愿望，可是我们老板说我的咬字还有气息方面都不是特别好，我想知道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更好的办法吗？你平时有做口部操吗？有的。气息的话，平时要注意多加锻炼，快吸慢呼，保持气息的平稳性，一口气发声至少要保持在1分钟左右，这个不能着急，要慢慢练习。嗯，这样才能弥补你的不足。我推荐你几本书，非常实用。好啊，谢谢莫大大。再见。小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刘雅婷。啊，我记得。哎，过来过来。你什么时候到的公司啊？这不是刚好海选吗？我想再一次过。聊什么呢？汪组长。刘雅婷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海选你再张不开嘴，改行吧你就。汪组长，您话不能这么说吧，每一个人都有新人的时期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被磨练的。小宁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敢当众让谢总下不来台，可没你好果子吃。夏小宁、刘雅婷、赵丽进来准备。哎，等会儿你看一下，按照上面的要求买一下加班餐吧。我马上到我路了。你一个什么都不会，少这一两次又能怎么样啊？反正就是个陪跑的，快去。去吧。这么远啊？我这个人很人性化的，我要让我所有的组员满意，
去吧。给我也带一份。我要蟹堡，在中山路。OK。中山路很远的，来回一趟至少要四个小时。是啊，王组长，就麻烦你跑一趟了。谢总，我这还有会呢。是吗？可是我看你很闲啊，快去吧，我饿了。好。汪组长，辛苦您了。谢谢谢总。哎，没事。你快去吧。加油。小宁，下班了。正准备下班。一起吃个饭。谢总，您不是让汪组长给您带饭了吗？他这一个来回估计要四个多小时吧，您不吃一口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就冲我帮你收拾汪周，你也得表示表示吧。那说好了，我请你。行，收拾好我们就走吧。老顾，我们先走了，我跟小宁约好了吃饭。顾总再见。夏小宁。怎么了顾总？工作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做完了。莫不语的合同呢？莫不语还没有发我他地址呢。他没发你不会主动问吗？这么重要的合同，时间就是成本，赶紧问。那我现在问。顾总，等莫不语回复我了，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您。都下班了，私人时间。顾总，莫不语他回复了，他约今天晚上面签。很好，工作为主。那当然了。那顾总，我先过去了。都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对不起啊，谢总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。我下次再请你吃饭啊，谢总再见。小林。谢总，下班了不回家吗？不回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知道他去见谁吗？莫不语。那你还得意个什么劲儿？我们两个大活人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不敢露面的网络 idol。 什么意思？就在刚刚，小宁因为我拒绝了你，证明我比你重要，又因为莫不语拒绝了我，证明莫不语比我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我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莫不语，还不清楚吗？喝两杯。美女真是好眼光，这是我们店裁上的主打款，版型特别好，您穿上特别显白，还很修身，非常适合您。那就要这一件吧。好。那请跟我来。好。
也就是说，你我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莫不语。里面吗？我进来了。离开。